大家好，我是真儿，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三款我日常用的护发精油，应该算是护发精油。这三瓶儿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。第一瓶，这绝对不是广告，这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啊。第一瓶就这个，它好像是有修护的作用，所以是在我每天卸完妆、洗完澡。要吹头发以前会把它涂抹到头发上，我特别喜欢它的味道，就觉得它的那个香味非常的高级。然后这另外一款呢，反正就这个是我主要放在化妆师那里用的，就是做造型之前，因为我们经常会要把头发喷湿，然后再涂抹上一些护发的精油，然后做造型，要不太容易伤头发了。每天吹啊卷啊的，这个也是我比较常用的，是另外一款。但它们俩最主要的区别，我也没有特别的感受，就是觉得香气非常的好闻，而且真的是特别的好用。因为大家看我日常的这个发质也是能看出来的啊，而且有的时候收工特别累的时候，我就很少用。护发素就直接是用洗发水洗了一遍就 OK 的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据说是什么好莱坞比较御用的一个什么护发的精油吧，它的香气也非常的好闻，而且它是带一些护色作用的，所以这三款就是我比较日常用的一个护发的精油，还有一款是喷雾状的，那个在现场没带回来，下次带回来的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再推荐一下。那个是我在完美伴侣时期的时候就从头用到尾的，因为完美伴侣的时候染头发染了很多遍，到后来就已经干的都梳不开了，然后那个也是我用了挺久的，然后下次我把它带回来或看到推荐给大家，所以今天就是三款护发精油推荐给大家，然后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